比武的秘诀是头不躲，人的头快不过人的手。腕子细，脖子粗，你说手转得快还是头转得快？走，再来。他在武馆就败给你了。天津的规矩，踢馆不论输赢，武馆都要请客。你要喝咖啡，大老远的陪你来了，为何还要羞辱他？练拳的坐一块儿，不就是聊聊拳吗？再比一次。料理，当然。1912年，天津出现民国第一家武馆。1932年，天津仍是武术之都，各地小拳种入天津博名，风气未衰。那是什么？咏春拳。没听过。南方小拳种，一代三武人，小的不能再小。想在天津做大了，那得您点头啊。你今天惊了我，这身功夫俗人练不出了。带你去个地方，除了我练拳的没人来。看到了，白鹤女人吓着了我。她的舞步肌肉运用之妙，近乎全力。我年轻学拳啊，发过守密誓言。你呢？一生最多真传两人。如果我们再不较真的，要人早把研究出来，我们的子孙要挨打。你教？不敢。天津的师傅都不敢，
需要一个外来人先犯规。你答应交真的，我让你开棺。天津五行的头牌，我当了30年，是想隐退前做件造福后人的事儿。30年不短，为何不早做？许多事儿啊，不老想不起来。3年后起事临近，天津头牌西餐馆，好打听，答应不答应，你我都有一顿饭的交情。我想了，杨明不交真的。许世林的面包不花钱，这是天津唯一的便宜事。除了您点头以外，还有个老规矩，打过8家5家就可以在天津立足。至今也没人打过5家，许世林的面包也没人吃过5个。面包8个。师傅，这面包一辈子。临死前几年，一喝酒就骂自己。我不想老了，心不安。别吃了，见不得占便宜没狗的男人。好吧，按规矩来。再晚2年，我也打不动。不用你打，你打，被你踢的这武馆不会容你。教授个徒弟打，不容我，能容他？徒弟得本地找。天津人容天津人，我帮你挑一个吧。教一个人就该3年，我等不及。你真难当。不是个好女人，家里穷，上的是洋人办的免费学校，17岁生了个小孩，洋人的种，给他爹妈溺死了，名声一坏，至今没人娶她。我娶你。我在天津住3年，然后呢？跟我回广东，不愿去，留给你一笔钱。多少？可以谈。这不是我最好的命，我最好的命是被一个来吃饭的巴西人看上，嫁到南美种可可。这个数我做担保，你不给他找我要，下不为例啊，帮你帮太多了。有言在先，
我在天津做的事，不要问，猜到了，不要说。我是嫁人，不是卖身。你得给我句话，见你的心意。15岁开始，每日挥刀500下，这个数管住了我，不会胡思乱想。今日起，我以你为月数，一个月陪我逛一次街，吃一次螃蟹。住贫民窟得像穷人，逛街不买东西，螃蟹。天津九条河，螃蟹比大米便宜。螃蟹，广告。平时不抽烟，世人皆恶习，我的恶习也好。快点，走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高手啊，怎么招惹了混混？女人漂亮呗。不会住这儿吧？他们俩穿的不错呀。大姐，我是来比权的。洗把脸，我男人回来得要一会儿。看了这么点挨打直了。走啊！想看我挨揍啊？比拳没意思，要比就比刀子。刀还行吧？还行。哎，